新生代女歌手曾沛慈因演出电视剧《终极系列》深受粉丝喜爱，她也经常透过脸书分享近况和网友互动。近日又上传一张自拍照，写道：“熊熊发现很久没直播了，但今天的我妆太特别，还是不要吓你们好了。”那究竟是怎样的妆容让曾沛慈不忍心粉丝受到惊吓呢？在两边嘴角点上两颗鲶鱼痣，微微眯着眼对着镜头憋笑，曾沛慈应粉丝要求放送这张搞怪美照。网友逗趣回应：“为什么嘴角旁要画上两点呢？没关系，不论你变怎样都吓不倒我们的。”早前曾沛慈也在脸书表示，自拍是不能当饭吃的，这句就连念都很绕口，堪比外星语的发文，引起许多人认真研究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最后终于有人猜到答案，原来是自拍是不能当饭吃的，果然也成功骗到上万个按赞数。我已失去了